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成立70周年啊？係咪啊？今日咧，我哋喺朗屏村八角廣場咧舉辦咗一個慶回歸賀國慶嘅嘉年華，見到咧呢個現場咧非常之熱鬧啊！國家嘅發展一日千里，我哋見證國家從站起來、富起來到而家強起來嘅偉大飛躍。希望香港嘅青年能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要好好把握祖國俾我哋嘅機會，一展自己嘅理想同埋抱負。咁我見到好多攤位遊戲咧，都係同我哋一啲中國嘅歷史文化都有關係嘅。咁一陣間咧都會有好多嘅表演節目。喺呢度咧見到好多嘅小朋友，正正咧係顯示咗我哋朗屏呢一種嘅心氣。大家能夠可以仔仔一堂，有啲咁好嘅攤位遊戲，有啲表演，我覺得一家大細咧都可以感受到大家慶祝回歸嗰個氣氛。各行各業都舉辦了不同的回歸活動，所以大家記得要留在香港支持我們香港的各行各業，一起提振經濟，留在香港啊！記得。